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世界。这几年，汽车制造商竞相开发无人驾驶技术，颠覆人类的驾驶习惯与行车体验。最近，日产汽车开发的自驾车在英国完成一趟370公里的旅程，这是自动驾驶汽车在该国进行的最长、最复杂的旅程。这台日产汽车所开发的自动驾驶电动车，车身四周安装8部雷射扫描器、7部摄影机和1部雷达，行李箱内还配备了6具电子控制单元，而且使用先进的定位技术，成功完成在英国进行的最长最复杂的旅程。从位于英格兰南部克兰菲尔德的欧洲技术中心出发，到东北部的桑德兰工厂结束，是一趟230英里（约370公里）的路程，一路上都与一般传统车辆行驶在乡间小路与高速公路。Now, all the drivers around the vehicle would not have noticed that the vehicle is actually a fully autonomous vehicle because the vehicle is behaving like a human. Apart from the vehicle is much more aware of what is happening in that surrounding area than possibly a driver would be because of the amount of sensors which are continually monitoring the environment.这个专案项目被称为人性驾驶，除了来自日产公司本身的投资外，也获得政府的挹注，并与有关当局合作取得实际道路行驶的批准。安全疑虑一直是自动驾驶汽车发展上的阻碍，这项道路测试也采取了一些安全措施，包括定期休息、风险评估，以及在必要时允许驾驶人和前座的乘客能够控制车辆。Whereas we know that around 93% of accidents on the road today are caused by drivers.Now, the systems don't go to sleep, they're continuously monitoring the environment. 全球自动驾驶汽车的全球产值据估计在2035年可达到9000亿英镑，约1.2万亿美元。但由于安全问题和相关保险责任的问题，无人驾驶或自动驾驶汽车在全球各地的发展仍然受到阻碍。现行法规和相关技术的成本，让人们对全自动无人驾驶汽车仍存在许多疑问。目前仍无法预估何时能提供民众上路使用。寒冷的西伯利亚冬天，孤苦无依的流浪猫常常因为低温而受伤。好心人士将冻伤的猫咪送给兽医急救。为了保住猫咪的性命，兽医把猫掌切除，并将四只脚装上量身定做的义肢。现在它们的声音状况良好，可以像正常猫咪一样活动。医生开心地把猫咪抱在怀里，并搔一下猫的肚子，接着把猫放在地上自由活动。仔细一看，猫咪的脚很特别，四只脚都被装上特制的义肢。这只猫咪叫做里奇克，是在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州的街上被发现的。当时它的四个猫掌都已经冻伤了。Его нашли волонтеры. Он был на улице. Неизвестно какие факторы, но обычно они одинаковые. Это кошки, которые попадают на улицу в минусовую температуру в Сибири. Как правило, кошки они стараются сохранить тепло, и поэтому они могут привстать, но стоять на лапах. Отмораживаются лапы, уши, нос, хвосты. Поэтому дымка и рыжий, в принципе, имеют очень похожие.当时李奇克的四个猫掌受到严重的冻伤，末端组织已经坏死，只能全部切除。好在兽医用 3D 模型技术，用钛金属为李奇克打造义肢，让它能像正常猫咪一样跑跑跳跳。李奇克在诊所生活了2年半，适应情况良好。Который создает пленку определенную из оксида титана,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чего кость начинает врастать сюда. Также устроены зубы. Если, не дай бог, нам с вами выбьют зубы, ну, мы пойдем в протезный центр и нам поставят подобного рода импланты. 另一只灰猫迪姆卡也遇到同样问题。严寒的冬天让它许多部位因冻伤而坏死。兽医为了保住它的性命，不仅切除猫爪，也切除一部分耳朵跟尾巴。有了里奇克成功的经验，戈尔什科夫先建立迪姆卡四肢的模型，再量身打造制作义肢，终于在去年底完成义肢植入，成为世界上第二只拥有四肢义肢的猫。如今迪姆卡可以正常的奔跑跳跃，从饲主传来的影片可以知道，迪姆卡过得很开心，就像一只正常猫咪一样。南极洲大陆的气温近年来不断上升，屡创新高。2月9号更测到了突破摄氏20度的高温，打破有史以来纪录。另外，调查也发现，南极企鹅因为环境变迁，数量减少了许多，情况令人担忧。
今年二月，南极出现超过摄氏18度的高温，二月九号更测到摄氏20度。无独有偶，在南极半岛东北部的象岛是企鹅重要栖地。绿色和平发布的最新调查发现，岛上企鹅族群数量平均减少60%。根据估算，目前岛上有52786对繁殖企鹅，相较1971年所调查的122550对企鹅减少许多。而夹带企鹅族群在过去50年间锐减，减少高达77%。参与该调查的生态专家指出，企鹅族群锐减意味南极生态在过去50年间已经出现重大变化，也影响南极企鹅的食物来源。虽然牵涉许多因素，但所有证据都指向气候变迁，显见对南极的冲击日益严重。在日本老龄化社会，中餐厅及其他服务业劳动力短缺问题相当严重。东京一家酒吧雇用了一名机器人调酒师来为顾客提供调酒。机器人调酒师可以在40秒内装好啤酒，并在1分钟内调成鸡尾酒，顾客看得新奇又有趣。东京一家酒吧雇用了一名机器人调酒师来为顾客提供调酒。在简单的鞠躬问候后，机器人调酒师将装了半杯冰块杯子加入酒，再转向另一侧加满气泡水，放在取用台上用搅拌棒搅一搅，鸡尾酒完成。顾客看得新奇又有趣。ありがとう。今外食業界全体で非常に人員不足が取り上げられているわけですけども、それの解消のために。導入をしました。それと合わせて人とロボットが共同で作業ができる仕組みですね。それを開発しようと思って導入しています。机器人有一张平板电脑的笑脸，还使用4个搭配人工智慧的摄影机观察顾客的表情。在准备饮料时，还会和客人讨论天气或其他主题，有时还会询问有人想喝机器人做的饮料吗，来招揽生意。机器人调酒师可以在40秒内装好啤酒，并在1分钟内调成鸡尾酒。ね、人付き合い煩わしい人いるんで、まあ、本当に飲みたいだけの時こういうところで飲んで酔っ払って帰るのが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机器人调酒师目前是2个月的试用期，还需要检查许多问题，包括寻找足够的空间等等。而且买一个机器人的成本约为新台币245万，与雇用一名调酒师3年的费用差不多。试用期满后，经过餐厅评估，再决定下一步。虽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政府放松工作签证的限制，以吸引更多的外国工人到日本来，但是随着日本人口不足，以及65岁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1/4以上，许多公司仍然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较难搬迁到海外，但又无法从自动化中受益的服务公司，比工业公司更容易受到影响。人间处处有温情，在意大利有位被尊称为“穷人大厨”的退休老人，在过去15年来免费煮饭给无家可归的街友。虽然现在已经高龄90岁，依然乐此不疲，日复一日的在社会中传递满满的爱。穿梭在人来人往的市场中，老爷爷迪诺向热情的商家领取免费食材。在意大利罗马南部，现年90岁的迪诺，每到周末就会去市场及面包店收集商家捐赠的过剩及其食材，然后和志工一起发挥厨艺，将食材变成美味的佳肴，免费分送给当地的街友，温饱他们的胃。Tentiamo di coinvolgere sempre più persone in modo che Roma diventi una città dove le persone si vogliono bene, capite? Quindi c'è che la solidarietà.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的迪诺，在退休后不久遇到一名街友向他要钱买三明治，迪诺于是兴起干脆直接做三明治给他们会更好的想法，便和妻子及朋友着手进行。La nostra avventura abbiamo cominciato con 10 panini, poi sono arrivati 30, 40, 50 e via, e ora siamo dopo tanti anni a avere a poter, perché a un certo punto qualcuno di loro mi chiede, ma ora che viene l'inverno?Solo i panini non ci scattano, potete farci un piatto caldo? Allora è venuta questa idea qua di trovare una cucina dove cucinare anche un primo piatto. Inizialmente abbiamo cominciato. 从自家厨房发展到专业厨房，
现在每周四天会有300名志工前来帮忙，准备800到1000份包括蔬菜汤、三明治和甜点的菜肴。如今为街友做饭长达15年的迪诺，不但赢得穷人大厨的称号，更受到意大利总统马达雷拉赞赏为我们时代的英雄。相信很多人都在电影或是新闻影片中看过龙卷风的威力，而在火星那个零植被、到处都是尘土的环境中，龙卷风的规模显得更大。科学家最近从美国太空总署的侦察轨道器拍摄的照片中，发现一张龙卷风正在肆虐的现场照片。NASA 在2019年10月拍到的一张照片中，有一个正在移动的大型龙卷风。估计它的核心地带宽50公尺，从投射在地上的阴影估计，这个龙卷风的风柱可达650公尺高。如果人类真的登上火星，就将面对这样的龙卷风。早前就有科学家表示，火星大约每隔3年左右就会有一场巨大的环绕地球的沙尘暴，他们会扬起超大量的尘埃，从地球上仿佛就能看到它们。它也会有巨大的气旋，称为尘暴，可以延伸超过9.6公里到天空。这些风暴比地球上典型的龙卷风高出许多倍，它们的风速甚至可以达到每小时113公里。可以想见，如果人类真的登上火星，就将面对这种比地球上还要恐怖的龙卷风。为了纪念逝世球星 Kobe， 美国篮球职业联赛 NBA 宣布将向他授予一项特别殊荣。NBA 总裁肖华2月15日宣布，为纪念科比·布莱恩特 ，NBA 将他的名字永远留在全明星赛 MVP 的奖杯上。There is one additional special honor for Kobe. We are now announcing. People are probably wondering what this object is next to me. That we are renaming our All-Star MVP trophy.The Kobe Bryant MVP. 16日晚，在芝加哥联合中心球场举行的全明星赛结束之后，新命名的奖杯将第一次颁发给获得最有价值球员称号的人。今年1月26日，科比搭乘的私人直升机在加州洛杉矶附近发生坠机事故。41岁的科比与13岁的女儿吉安娜，连同飞机上的所有其他人全部遇难。1996年加入 NBA 的科比，职业生涯总共18次入选每年一度的 NBA 全明星赛，并在2002、2007、2009和2011年4次荣获全明星赛最有价值球员。荣获多项国际大奖的纪录片《求救信》最近在日本东京大学举行放映会。这部真人真事的纪录影片引起日本观众对中国人权现况的思考和回应。求救信讲述了一个真实的现代版漂流瓶故事。主人公法轮功学员孙毅被关押在沈阳马三家劳教所期间，冒着生命危险把一封求救信藏在万圣节装饰品中，被美国俄勒冈州女子意外发现。事件经美国媒体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山田孝男啊，这位先生他写了一个专栏，那里面有提到呢，说在 NHK最近播出的100部影片当中，那么我们这部影片呢是在这个观众欢迎度上排名第2。那当然我这次来日本呢也有幸再次见到他，他本人跟我讲呢说他又了解了一下，说现在呢是排名第1。那我本人感到非常欣慰吧，就说明孙毅这个故事呢他超越了国界，超越了这个种族。很多人呢，都能够从中，感受到孙毅的这么一种精神。求救信将从3月21日起在东京院线上映，之后推向日本全国。ビジネスと人権っていうテーマがかなり日本でも注目されている中で、この映画からそういった問題についても学べることがあると思います。日本はなかなかやっぱそこは受け身なんですよね。もうちょっとできることは中国の人々、香港の人々に対してやっぱあるはずなんで、そういうことを日本の人が気がついてですね、ダメなことはダメだということをもうちょっと声を上げて。行動してほし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市有栋老旧公寓，原本是俄罗斯国防部所有，移交给地方政府时却出了问题，多年没有进行维护管理。当寒冬来袭，公寓被冻成冰块，居住安全受到威胁。直到最近，地方政府才终于出面承诺解决问题。由于水管破裂，涌出的水在寒冷天气下结成冰块，使这栋位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市的公寓看起来像被冰封一样。在建筑物里面，部分区域被天花板向下蔓延的冰块占据，墙壁也被挤压变形。虽然是自己的家，却处处充满了危险。这栋老旧危险建筑原本是俄罗斯国防部所有，主要提供军事航空工程学院的军人及家属居住。2009年学院改组后，员工被重新安置，但有许多人依旧选择居住其中。然而，国防部在转交给地方政府时发生问题，导致住户的居住证明凭空消失。Этот общежит в городе не лежит, была у него нету города бумагу даже вот это на этот общежит нету, как будто этот дом нету, получается как призрак。由于地方政府没有这栋建筑的记录，也就不进行维护管理。3年来，居住状况越来越糟糕。地方政府因此出面承诺要解决问题。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будет подтверждено право ваше проживание в этом общежитии, уже муниципалитет в лице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Иркутска будет вне очереди вас расселять в другие благоустроенные квартиры, также по договору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найма. 目前在房子里有12户人家。只有4户拥有有效的租约证明，该如何安置全部住户，还有赖地方政府的智慧。过去几十年里，过敏、哮喘疾病在孩童中越来越普遍，特别是在发达国家，近1/5的儿童对食物、花粉、灰尘、螨虫、霉菌或某种动物过敏。不过，各学者对如何减少过敏症有不同的看法。20世纪一种著名的卫生假说理论，指童年时与传染源共生微生物，像是胃肠道菌群、益生菌与寄生虫等缺乏接触，抑制了人体免疫系统的正常发展，进而增加罹患过敏疾病的可能性。但近年来的研究称，这种卫生假说不仅不准确，甚至可能是危险的，因为这个理论认为避免受感染是坏事。因为好的卫生习惯，比如勤洗手，对减少像各种流感和新冠病毒这些疾病的传播很重要。持此论点的学者认为，多接触自然环境中的各种细菌、霉菌等微生物，才有益于免疫系统的健康。这是因为多接触自然界的微净环境，少接触人类病原体，能够锻炼人们的免疫系统适应正常环境中的物质，不对花粉、花生这类正常物质出现过度防御。这一派理论认为，应该让孩童多接触大自然，到户外玩耍，或者家里建个花园，或住在离绿化带近的地方，有很多本地花卉的环境更好，并且指出研究显示，在城市环境中，生活在较绿化环境区内的居民患高血压、糖尿病和早死的风险低。在农场或森林附近长大的人们，患哮喘和其他过敏症的几率也较低。彩绘名家曾敬诚曾经为云林县四湖乡的柏子寮小渔村打造欧熊艺术村，这次受当地公庙主委的请托，在庙口广场画了一只立体的大金鼠，题字金鼠赐财，一抛网马上引起网友的注意。庙口大金鼠嘴里咬着10万块的千元大钞，坐在特定位置拍照，就像坐在鼠背上，金光闪闪，充满喜气。这只 3D 大金鼠被知名彩绘大师曾敬诚一抛文，马上成为云林鼠年最夯的 3D 彩绘动画。这是要祝大家新年快乐啊，发大财，让人来收摕这个抢票动，造成那个立体感很漂亮，就好像一只那个活生生的那个金色老鼠一样。他画的怎么样？画的蛮生动立体的。你来这个村庄的感觉是什么？朴实。3年前，曾敬诚进驻到云林四湖柏子寮彩绘。第一件作品就是将电信线路箱用当地名产乌鱼子画成娃娃机，在网路上爆红。陆续完成几10幅以台湾欧熊为主题的互动彩绘，让小渔村一系成名。就可爱，很好看，可爱。最喜欢哪一只？熊。年假一到，加上这只相当应景的金鼠，势必又将掀起一波追金鼠的打卡热潮。
苗栗南庄桂花巷商圈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前原本是旧猪圈，除了充满猪臭味之外，只有一家面店，成为林场工人聚集休息的地方。在地方爱乡人士的努力下，已经通过国际慢活城市，也拿到全国绩优环境商圈第二名，成了苗栗的知名景点。现做汤圆，下锅煮熟后，迅速用冰块镇住 Q 度，加到刨冰里，淋上满满的桂花酿。这是苗栗南庄桂花巷的桂花冰镇汤圆，软软 QQ 的，然后桂花酿的那个香气很够，对，然后甜甜的。桂花采下来呢，有很多的那个树枝、树叶，甚至小瓜牛都会有，但是呢，要人工，这机器不能代替，只剩下花瓣。花瓣呢，要怎么制作出一瓶桂花酿呢？要一层冰糖，一层桂花，一层麦芽糖，要熬煮8个小时以上。100多公尺长窄小巷弄，一路上浓浓的桂花香沿途陪伴着。这边还有桂花乳业、桂花蜜饯，也有摊商加入新创业，现做桂花蛋卷。嗯，刚好那个桂花香糖，嗯，还蛮好吃的，也不加水。我们主要的原料就是面粉、蛋跟桂花。然后天然酵素就这样子。桂花巷在乡亲共同努力下推动无烟、没有垃圾桶、没有麦克风、数位一条街的活动，104年正式受证为国际慢活城市，也拿到全国绩优环境商圈第二名的好成绩。其实，在921大地震之前，这里是个旧猪圈，只有一家老面店，是林场工人用餐休息的地方。他们都会想说啊，在聚集那边，但是不好意思让人家知道。他们就看到几株桂花，就把这家面店叫做桂花巷，也把那当时的老板娘叫桂花姐，然后一直隐藏了许多年，然后许多人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叫做桂花巷。然后经过我们南庄有一个协会叫爱乡协进会，然后成立了一个桂花巷的工作坊。那陆陆续续我们在社区也推动了桂花巷的一个主要动力。摊商表示，受到武汉疫情影响，商圈市值的人潮少了，但他觉得大家在台湾还能够外出走走逛逛，相比中国大陆已经很幸福了。大千世界陪您全家人一起长知识、合家欢、找创意。我是雨昕，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